parking outside this stadium.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operation.足球对呢一班人嚟讲，当然就唔净止游戏咁简单啦吓。呢个礼拜最受期待嘅一场比赛，亦都有相应嘅景色去迎接。净系呢一个情景，就足以令到好多人咧就系感到兴奋啦。背景啊够晒壮观啦，唔知球员会为我哋带嚟一场点样嘅比赛呢？开波啦！利物浦对日本。 华拉尼试下清走个波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咧吓？久保健英，艾巴俾人捉到犯规啦！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 走井横竖，一脚将波清走，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。下次要俾好啲至得啊！呢个波俾得唔系好够力噶，咁啊，所以对手咧好易啊，可以截到啦。尼马传波出去，旁征嘅潘越慧，直刻啊抢翻啦，差咗少少力量啫。孙兴文，喂 ，Keyman， 你觉得今场波咧边个球员系最重要啊？嗱，布斯基斯喺年青嘅时期咧已经好受，睇你呢下啦，好波，开波冇耐就有波入啦噃，呢啲咪好开始咯，咁早入波会唔会数多几球咧？ 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，喺正嘅龙门前面吓入紧，可以摄到个靓位入波，梗系佢叻啦。不过冇 mark 住佢咧，对手责任都好大啊。胜高一撞，富安健洋大脚解围，三浦之良揼脚地波入嚟，最少暂时可以松口气先。 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个波传向左翼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、啊。哇，呢球有趣、啊，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？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射佢，泰拔高图尔斯捉晒路，呢个波救得靓啊！ 呢个球员咪就系人如其名啦！危机解除咗之后就立即反击啦！呢种打法就系有呢个风险噶啦！唉，真系嘥咗个波，传翻俾龙门。 好，龙门开波，可以嚟多次啦。杜本润一，睇下俾唔俾到个靓波先。华拉尼有机会反击啦，尼马个波而家喺奇云迪布尼度，尼马。
拧埋去。哦，呢个扑救啊，真系世界级啊！基利安麦巴比完全冇犯错噶吓，但系龙门技高一筹。孙呢一下就话想试下传上去。其实佢睇啊，睇得个局势好清楚噶，系比波嘅把握咧就争啲，过唔到对手啊！成功清走咗啦，又俾佢攞翻个波啦。基利安麦巴比空咗，而家点啊？哇，有惊无险啊！个波喺哥列斯卡脚下，个波咧而家喺基利安麦巴比脚下。金文哉踢走个波，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翻转头先，尼玛将个波咧就压咗入去中路啊！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！尼玛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基利安麦巴比攞到波啦吓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，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奇云迪布尼，佢有机会发起反攻啦，走井横树呢度有机会解除危机先。其实边个喺前边啊？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三浦之良完全唔惊同人撞啊！算尝试埋呢球点啊？呢球入啦！领先住两球都怕请安全啦啩？在正的龙门前面点射都入啦，是吧？为什么会射得这么漂亮呢？就是之前那段走位走得好了。日本又稳阵了多少了，领先2比0。现在就好机会可以乘胜追击了。哥列斯卡拿到球了。小野伸二是突破的好机会来的。截准这球波解除了个威胁了。哦，上半场完了噃。咁你认为上半场嘅情况点咧？今日呢场波对佢哋嚟讲好似好易踢咁，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赢波啦？日本半场领先2-0。Substitution in progress。下半场开始。日本在下半场就执了个阵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奔斯马拿到球了，机会要自己创造的，其他球员都应该学一学了。好关键的解围啊，是界外球。呢個係界外球，班哲文帕華特試下壓埋去啦！呢個波點追啊？班哲文帕華特，唉，真係嘥咗個波，一步一步嚟。孫興文將個波啊清走咗，吉田立翻個波。将个波送去边线啦，个波咧而家喺基利安麦巴比脚下，基利安麦巴比嘅传中，一脚踢走呢个波，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利物浦攞到个波啦，
呢啲情況你唔入，隨時人哋入翻轉頭啊！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！成個反擊都唔錯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波列斯卡攞波啦噃，清走咗啦，又嚟橫傳啦，再一次傳入嚟。吉田有機會解圍，呢球波擋得好啊！奇雲迪布尼，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咗。佢哋嘅防守啊，真係冇得彈啊！反擊啦！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。一開始反擊好好噶。不過有頭威冇尾陣，尼馬睇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出咗界啊！起腳泰拔高圖爾斯咧，救得靚啊！要救到啲球波，你估咁易噶？三浦之良逼到龙门，真系要使出真功夫啊！系佢哋今场第二个角球啊，对手只系得一个角球啫，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踢向远处啊，守得好稳啊！好，个波甩咗出嚟啦，边个抢得到呢？班哲文帕华特。有機會突破，又將個波踢翻埋去中路。迪布尼幫到手啊！嗱，埋門嗰下啦，食唔應啊！防守嗰邊鬆口氣啦。俾人睇穿咗咯。賓斯馬、基利安、麥巴比攞到波啦嚇，波列斯卡有得射啦，有機會射啊，入咗啦，入咗啦，差一球啫！呢一場波嘅結果係點都仲係未知數。呢球波又係教材嚟嘅，控得靚，射得妙。換人了噃，咦，兩隊都換啊，可能咧想快人一步，保持住呢個優勢啊。向村真司個波甩咗出嚟，哎，仲有啊，冇問題，一擊即中啊，展開職業生涯新一頁。泰拔高圖爾斯擋得到一次就擋唔到第二次。無論你係唔係前鋒都好啦，大家都要預計咧，龍門係有機會咧係接唔實個波跌翻出嚟噶嘛。一落到自己面前，咪就入波咯。幾分鐘前咧，佢仲坐喺後備席，而家就變成入波功臣啦。嗱，俾得佢上陣咧，就係梗係想睇下佢入波啦。結果咧，佢又冇令到觀眾失望喎。呢一球波可以話改變曬成個比賽嘅局面啊！日本嘅第三個角球啊，對手到而家咧都仲係得一個角球啫噃。日本又有角球機會，日本第四個角球啊，到目前為止佢哋嘅對手咧得一個角球啫。哇！有驚無險啊！
日本攞到个罚球啦。哎，有机会整多粒啦。呢球波佢几有机会噶。向村真司，喂，边个可以抢到啊？个波出咗界，界外球啊！金美智出脚抢翻个波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个会追到先？基拿比就冇话挂住攻唔守波噶。全能足球就系咁噶啦，前锋就系球队嘅第一道防线。你睇下佢一冇波在脚，防守几积极啊！清走个波啦！走井宏树解咗围先啦，喂！佐藤秀人、班哲文、柏华特，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射得啦！可以解围啊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向村真司攞到波。他有机会发起反攻了，时间到了，球证明顶，他们可以说踢出真功夫，队员们个个都非常之称职，毫无疑问他们真的踢得好一点的一边来的。 Kimana 有没有什么意见？看回转头，一开波就入那球，其实真的很大杀伤力，也都令到他之后越来越有信心去争取更多的攻门。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喂，今天多谢 Kimana，多謝大家收看。